西亚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寨。那我救不了。走呗。哎，上他身，上他身，先拿一百。对面那个打野，我们可以去野区引他一下。就是他不是开 W 打野吗？我们去引他一下。走，引他一下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他一捏一捏我就死了，真吓人呐、啊！我能打过这个蓝 buff， 我疯着疯啊！怎么差一捏捏呀？又差一捏捏呀！真的很烦啊！还得打蛤蟆。再拿回来，哈哈哈！人家打石头人呢，看看，直接一扣过去，大胆一点。上车，我操，怎么这么猛？不是，点人呢？我操！这家这么猛。哎，卡我的军旗！击住他！击木什么意思？天王盖地虎！我操！
瞅啥？你瞅啥？你咋的？对不起，我不过了。闪现，惩戒，这剑，打伤我。哎，泰坦掉线儿啥意思啊？啊？你啥意思啊？你要单杀我呀？不太行吧？他咋的呀？一口耳裂，杀的这么幼，我操！泰坦什么装备，幼成这样？想干嘛？杀了那个积木，我杀，嗯，在这还隐身，喜欢隐身，黄子确实可以啊，现在。谢谢你，我抓扣，数字太低。你瞅啥？瞅啥？不瞅了，那杀你吧！那打野都打不动我，就别插嘴，怎么的呢？我就插嘴。鳄鱼，我是不是没杀过你这鳄鱼？我是不是没杀过你这鳄鱼？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？那能打动吗？这反甲给谁出？那我受不了了，你大都开了，那我得杀他了。
小剧场，小剧场。既然你们喜欢看，那你们就那就看吧。打的不掉血，鳄鱼啊！压了，再出个啥呢？蟹手啊，蟹手！哎呦我操，这沙米拉这么猛，我来会会。我就一直追，哈！哎哎，要杀我！我炸！小猫扛塔了，把他七进七出，打的我他妈游戏都卡了都，打的我那帧数刚才就有60，我们动画片儿不是动画片儿呀，妈，这叫什么？PPT 呀，给我卡成 PPT 了。两位不要吵了，俩都可以挂机，没事。我1v5，我2v5。有我吕奉先。今天我双手离开键盘，你啊，如果想打，那你就打。我刷这么多野干啥呢？我现在只需要杀人就好了。你看这鳄鱼，他敢上吗？这鳄鱼。啊！我擦！哎！我一个暴扣，一扣耳裂，我扎，我闪现一个叉，一扣耳裂。
皮克利，射手还没触发呢。太他妈干了。我瞅鸡巴，瞅完想跑。瞅完就想跑，那能行吗？我二 v 五。鳄鱼都不敢瞅，这射手还没触发呢。